那你们不要反应。每个人脸上破相怎样？那我们今天起床的时候要先稍微弄一下自己的妆法，那在厕所弄一弄，在上看我发这么帅，然后一转过来，超大叫超大声，不是叫超大声，撞超大声，超级他撞一个我以为什么东西掉下去，蹲在厕所门口，然后我就回过去，哎，我们做姐姐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就一看他，他是马上见血那种，所以变成蛮深的。我帮他清伤口的时候超恐怖，很深嘞、欸，随便打一点。新冠血流过多，颜色超深，颜色三百六，白零，然后我哥是多少？二减一多少？二减一多少？要跟你们讲一个消息，难怪要入魔赛这块。Oh my god！ 我们的 MV 现在是995829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表演去刷吗？然后排练就用 YouTube 排练。请问一下，百万了要干嘛？大家去吃大餐。你们有想过董志伟的感受吗？他没有去啊。好，等会如果跳，然后我们来练完就是百万了、啊，说不定哦。刚刚海底捞金姐没有反驳。对耶，金姐很想吃，我已经订好位。上次我周末结束，说想吃海底捞的，是的，你们被他吸到录影，对，想回我们去吃啊，真的。好，导游导游，我们叫什么当导游？我们将要穿过一个城门，这个叫城镇。谢谢你们。晚上见哦，拜拜。要多喝水哦。我们被上台了，今天有点想要炸跳全场，但是又有点紧张。Yeah， 对 ，OK， 当他们的眼神变成点点，我终于明白必须要画出界限，离开一切不必纪念。别那么投机，原来怎么变 ？OK， 早已生命这一切曲解，我已成为口中的语言。别想我对自己在说话，要能懂吧？不要再说什么关于童话，只想到了这真相。我不爱了，就离开了，也没什么好说。曾经拥有，那就够了，还有什么？寻找危险，寻找危险，寻找危险，寻找危险。
时候，然后那些让你说那个大声错就是超大力的，那个地板在震呢、欸、超大力。来各位十九专辑的第一场签唱会 ，Yes， 讲到哪里？等一下，好容易接过，我就发现是祝大家新年快乐， yeah， 也是一个，也是一个祝福，新年快乐，大家。大昨天几点睡的？四点，差不多六点多，所以也睡大概两三个小时，精神怎么样？算我今天都不好玩。昨天我们跨完年，然后在华新，看到很多人拿着灯牌。啊，对，广山搜狗，对，他们一起拿，他们去广山搜狗，然后一起跨年，他们在那边，然后举着红灯，然后三二一，然后同时亮，然后对，没有看到，谢谢你。我们再继续，不想我们没有各自的离开，感觉你的灵魂心跳的 ，Won't you run with me？Won't you run with me？又可以再抱着你指尖飞得away，因为少了你才会可见。I wanna go back in time, searching every second, searching every minute, find a step, don't be mine。为了你，时间才停在这边。2022年，我们在年初发了一张专辑，年尾也发了一张专辑，或多或少都有经历一些辛苦的时候。那新的一年，我们都要越来越好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更认识我们，那我们也会更努力去证明自己，看到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成长，然后到处跑，到处表演，很感动，然后也很谢谢大家可以这样一直陪伴着我们。今天就是新的一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然后我们。3月11号见。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其实很多人都会传讯息跟我们说，他们一些不开心或不快乐。对。所以我希望在2023年，大家可以做什么事都顺顺利利。感谢大家可以从我们一出道到现在陪着我们。不管未来我们有多少的活动跟大家见面，我希望每一场都是带给大家一个新的回忆跟一个新的感觉。好，来，完蛋完蛋，完蛋，怎么都是折尾啊？这样早上起床比较危险。两分，导演，今年是两个老师都在看，然后还有还有吴尊。对啊，我就在你们背后。好，所以有麦克风，所以老哥在后面说，调。